头饰呢？来，头饰其实像小雨老师刚刚说，今年浮夸，但是今年的头饰都是偏比较有点复刻版的，稍微有点带金属系列很多，然后钻饰的很多，而且今年不只是项链，像发饰类也偏厚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厚重有分量感，像是。先给大家看几样，像是比方说以前都会流行珍珠，但今年就会加一些这种金色的在中间，金色在中间，有点复古的感觉。哦、对，然后它的珍珠，它其实变成做珍珠的感觉。嗯，对，然后看起来也比较不会这么的怎么讲闪，有点雾面的感觉。哦，对，雾面，然后加一点点那种古铜色、金色调在里面，或者是今年小香风还是继续流行，所以。这种扁平的一定要有各色，一定要有，对，而且这种是适合，如果你不想要，戴起来看起来发饰会怎么讲，就让脸看起来变大的人，可以用这种比较平面的。那发饰也会让头变大？有，因为如果它太厚，如果你戴的位置不对的话，看起来比例上会不对。